我们愿意以最大的诚意，尽最大的努力，争取和平统一，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。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，中国军队不会有丝毫迟疑，不畏惧任何对手，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都将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。